别再想黄金万两，今天来这儿装两个晾衣架，看看这个房子。过来干啥？抢生意呢吧？啊？抢生意。我操！你这每天他妈倒烟花子，挺牛逼。我要过来给你刮腻子。啊？过来给你刮腻子。是不是安晾衣架？对。这啥生意啊？这是安晾衣架。啊？啊？咋了？都让你挣了，这梯子不来、啊？二百来块钱吧。船长，哎呀，这是谁的？我的。哎呀，从网上买的。啥？这是干啥射线了？拍抖音的吗？好生活。好生活吧。吃的方便面、大白菜，哎，可怜死你了。香烟阁的。啊。两台小米衣架，一个小时装得完，装不完，一个小时，挑战一下。一套房子，这一套房子多大平米啊？240。哦。这房子不错啊，这是个一层，锁着呢。外边是一个小花园，可以种菜。啊，不错，他这买的是一层，东户西户全部都买下来了，240多平米，然后装晾衣架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看一下时间，现在10:43，一个小时看搞定搞不定，一个小时。这小院不赖，这小院挺好的，哎，这是一个过道，有钱就是好。这是我们这边一个开饭店，生意阁，很大的一个饭店，生意也火爆。这是那个老板，手机号码48，牛逼的很。好了，开始干活，几点了？我看10:43，10:45开始干，一个小时干完，挑战自己。拜拜。9岁了。你的9岁好大，好大。这个螺母就得到这个板子上就行，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垫片，再锁一个螺母。好，这边就完成了，另一边。看一下时间，第一个已经装好，11:09。
停止，上身，上午铃，行，好，现在去装第二个。安装完成，看看几点了。刚才是几点？11:07。11:32。用一个小时吗？差不多吧，一个小时。小米的衣架就是好装，这个衣架就是特别的好装。嗯，像它这个有吊点的，还有30块钱的费用，一个衣架收30。基础安装。小米的衣架有90，上身撑得住，你那妈要举灯要啥超限你那个累，这两天厚点，那两天油特别，这双十一那这环境这两天